我不知道康健他们怎么样了，现在回来了没有？他们要是回来看不见我们，肯定会着急的。嗯，咱们应该回去跟人通知他们一声。那我去吧。你是伤员，不能去。老班长坐镇也不能离开，还是我去吧。咦？在野战医院，我跑多了，没问题的。 那，你路上多加小心啊！其实，你那个马帮和美国飞行员。 有消息吗？你快说话呀！他们都没有消息。我还没消息啊！啊，马二是方秘书没有消息。他在哪儿？距这里30里外有一座山，叫天王山。山上盘踞着一个土匪，为首名叫马老六。据说他昨晚挟持了一个女青年被老乡们看见了。他们说马老六把这个女青年抢回山寨，要逼她做压寨夫人。我根据老乡们的描述判断。 娘，您给我搁哪儿去了？我把它挂在你房间里了。嗯，好，好。等我选个黄道吉日，我便与他拜堂成亲。好啊，那我先恭喜大当家的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嗯，今天晚上我要兄弟们大碗酒、大块肉，一醉方休。好，好。不行，你这样绝对不行。怎么不行？ 我这也是大局为重，那咱狗屁大局呢！咱们康队长不是说过了吗？咱这个马帮，啊，一个人都不能上，一个人都不能上，你明白吗？你别给我瞎咋呼！康健不在，这个队伍我全权负责，一切我说了算。算你说了算，啊？咱们搞大哥呢，他是个败者，你还敢跟我拍桌子？他可以建议和参谋，但决定权在我手里。 告诉你猴子，没我命令，你敢私自救人，我一定举法从事。夏儿，你到底要对我说什么？你们干嘛要抓我呀？我们太君说了。 你是支那军队的探子，探子？什么叫探子啊？支那军队是什么意思？装？你可真会装啊！我没有装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是本本分分的老百姓。老百姓？那我再问你，你是从哪儿来，又到哪儿去啊？
我从芥川来到沙溪去，为什么去沙溪？哎呀，老总，我娘家就住在这镇子的东头。那么我再问你，你来的路上有没有看见一支马帮队？马帮队？哦，看见了，我看见了的。快说，在哪儿看见的？就在我来的路上。你来的路上在哪儿？嗯，在天王山。天王山。 开路，你可以走了。谢谢老总，谢谢老总。张猴子，你怎么像那个拴打的茄子一样的，这怎么捏了扣了？谁说的？我谨慎的很。 你算了吧，你猴子掐什么粮呢？拉什么屎？我们还不争争吵？你这再问之意，你不再讲了。结巴子，你是不是又想让我甩你？哎，你是不是去拍马屁，拍到马蹄子上了，叫马一撂蹶子，踢了你一跟头啊？不是，哎，现在都啥时候了，你们还有心思开这个玩笑？我实话告诉你们。 特派员已经采纳了我的建议，决定派我带上你们两个去救人家。你，我不信。哎呀，你要骗你们，我是真。真的假的？赶紧收拾东西，不要大眼瞪小眼的，快点。快点。这个家伙的。 这个小娘子可不一般呢。我怎么不一般？过去我掠回的那些良家女子，哪一个不是哭哭啼啼、要死要活的？像你这样的，我马某还是头一次见。那是因为你不知道我的身份。身份？你啥身份？ 真的是军统局的秘书，怎么吓着了？哎呀呀呀呀！我马老六有眼无珠，啊！马老六，你真想让我做你的压寨夫人吗？想。哎，岂敢，岂敢。 如果我愿意做你的压寨夫人，你说什么？看你真是傻得可爱。我看你是条汉子，找个你这样男人，总比找个小白脸有安全感。可是你拿什么养活我呢？就这破山寨里的破屋破房呢？我以后。 我以后可以去抢啊！干嘛还要以后？眼下就有一个发财的机会。真的？特派员，你看谁来了？ 你们到底藏哪儿去了？先别问我们藏到哪儿了，康健呢？啊，
康健呢？我实话告诉你，昨天晚上在沙溪古镇，我们中了日本鬼子的埋伏，康健为了救我们脱身，被鬼子抓走了。真的？ 价值连城，咱这一辈子也花不了。那你的意思是？你手下有多少人？30多个。3米1，足够了。你马上集合你的手下，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，把马帮你财物抢回来。行，我现在就去。 归顺，看在咱们都是中国人的份上，我就再劝你几句。哼，你还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啊？我是哪国人不重要，这关键是好死不如赖活着，是吗？对，对极了。这俗话说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眼下局势。 大日本皇军十分有力，大日本皇军横扫整个东南亚地区，要不了多久，大日本皇军就是这个世界的主宰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看来你对国际形势还有点了解啊。那当然，我以前也做过国军的团副。 川崎又要给你封官了。拿下昆明后，我就是云南省主席。要是归顺的话，我可以考虑让你当个副主席。副主席是挺诱人的。你应该改个名字了。改名字？嗯，焦炳一郎，川崎雄二。 焦炳一郎很般配你啊，那你可以叫康健三郎啊。三郎，这个名字好，我很喜欢。这么说你别痴心妄想。告诉你，为了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，我愿意当一个平民三郎。 敬酒不吃，你吃罚酒。我滴酒不沾，敬酒不吃，罚酒也不吃。来人！什么？他们都不见了，就剩下咱俩了。他们去哪儿了呢？隐蔽。 但是他们到底分什么？你看差不离儿啊！啥差不离儿啊？这一步走错就会步步走错。哎。
就是。哎，前面有个老乡，那就愣呀。哎，咋是你呢？是我，是我。快！哎，哎呀嘞，你这个家伙，你跑到锅里来干啊！现在还什么都没干，要干也得晚上干。你们来了就太好了，咱们一起干。啥白天干，晚上干，一起干？你慢慢说，说清楚，说清楚。猴子先生，你 understand？ 哎，蛋，看看，没蛋。你一会儿中国话，一会儿鸟语的，我听不懂。蛋，我也听不个不。我倒听出点门道来了。史密斯先生，你是不是想说，昨天晚上你发现方秘书被人劫持了？对对对。于是你就悄悄的跟上来了。 OK 你是想等到了晚上我们一起摸进去去救方秘书？ OK 耶、yeah. 你真是倒过一转呐、啊、哎那外母子、要等到晚上呢，现在都狗语干。我观察了他们人多好几十呢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有情况啊！咱是来救方秘书的。小鬼子来凑啥热闹？肯定是来救我。好，太好，他们自己送上门来了。你听吗，曹家伙，打死他们我有重赏。夫君，等事成之后，就是你我洞房花烛之时。弟兄们，给我上！Thank you.
鬼子刚咋跟土匪打起来？这有么子啊？狗牙，不狗。哎呀，真是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呀！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浑水摸鱼，浑水摸鱼，你懂吗？我还是不动。你不动，你熬个啥呢嘛？跟着来。报告大队长，第二小队发现支那人的马帮，他们在天王山发生激战，红野小队长请求紧急支援。立刻增援。别怕，什么猴子？哎呀！不要哭了，不要哭了，你这一哭啊，让人觉得挺心疼的呢。你们怎么才来呀？哎，这可不是我们不来啊，是于特派员不让来呢。什么？来啊！我们几个是冒着被军阀处置的危险来救你来的。哎呀，这个没良心的白眼狼，白走的这么多年了。你看你打我走啥呢？快点！人家史密斯也在外面跟我们玩疯呢。行了，不说了，咱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，走。
你坏了吧？难道是汗，还说不累？我给砸他！高翔，你刚才冲进来的时候，我怎么好像听到有一个女孩的声音啊？ 怎么会是他呢？不是，我明明听到了。不会是你的错觉吧？错觉？康健，你是不是想陆俊呢？不对呀，这儿不是久留之地。 自己的不足和失误，对一个大日本武士来说，并不可耻。大队长，中国有句古话：“知止者而后勇。”大队长，您这么严格约束自己，岂有不成功的道理？不，中国还有句俗话。 一个篱笆，三个桩；一个好汉，三个帮。大队长，您就是浑身是铁，又能打几个钉呢？您就是红花，也总得有绿叶陪衬吧？你的意思是？
如果您能知人善任，您的手下不乏能人。如果您这些手下能把能量发挥到极致，您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你这么说的意思，你就是能人，你要报岁月之间。大队长，是不是能人，你很快就能知道。给我几十号人，我一定把您想要的那只马帮和那个美国飞行员给你抓回来。要不然，您把我脑袋揪下来当球踢。哟西，大叔，这里离沙溪古镇很远了吧？小鬼子要想追，肯定是追不上了。折腾了这么久，大家伙肯定累了。我看，咱们找个地方住下来吧。还有七八里路，就是纳吉村了。那里有个悦来古道驿站，驿站的老板娘我很熟悉。咱们呢，就在那儿歇脚吧。我的高大哥，我说今天怎么喜气老是冲着我叫喳喳的啊？原来是你们这些贵客光临我这寒酸的驿站呢。你这喜鹊啊，别喳喳叫了，去开几间房，叫伙计生火做饭，我们这一路上可都饿坏了。好。阿子姐啊，准备好没有啊？我们要大碗吃肉啊。还要大碗插个插插脚，有，什么都有。走，里面请。六子，快点的，上菜吧。来了，看好了啊，这是干什么的？来，这梨子绿色的啊。来了，来了。一个女人三个头，头还长着五个球。找个男人往屋里钻，来年生了八个猴。赢了！看着赢了喝酒。哪有再过当虚的柴火？还有点福根儿。等，我有。你少的，你该给我点儿，我来的，急啥呢？来，起来了，什么虚的？不虚，半是虚的财，好酒，来喝，来了，这是虚的财，赢全赢酒，看好了啊，一个女人三抬头，头还长着六个球，球还长着六个球。这些天啊，他们累坏了，让他们歇歇吧。是陈哥低头了。他们呢，有他们自己的娱乐形式和方法，只要不违反纪律，啊，能完成任务，随他们去好了。啊，
烧好没？你在这里装个装模作样嘛？那你打那么大的呼噜？我要不打这么大的呼噜，这个沙猴子放这么放心的撩住个？他就过瘾了，咱们怎么办？难道你不想去看过交警了？真小气。歪母子啊，我跟你不一样，母子不一样。你们要出点事儿，顶多训一顿，那我要是出事了，那就得掉脑袋。Thank you.